七青年自强活动新闻研讨会今天上午在木栅政大举行综合研讨会，研讨会由新闻局局长钱副主持，出席的全体同学今天上午首先分组报告了他们的研究心得，对于新闻政策以及新闻界治理的问题都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。同学们提出了意见之后，由出席的政府主管新闻行政的主管官员们提出答复，他们最后还自由发言，对于当前的许多有关问题都提出了改进的意见。